你好，我是小高。今天呢，我搁要来开箱我为日本亚马逊买的史莱姆。我这个史莱姆呢，先开大只呢。无什么声音，较无好声。哦，珍珠。接下来再重新混合你，史莱姆的跑滤网分离啊，还没离等去。结果不在，哼，这种触感。触感，真趣味。
对啊，是。花。好，即卖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。这十一月呢，你上喜欢哪一个？即卖呢，你只要分享、订阅，并且留言讲我要抽奖，把这十一个排出你想要爱的顺序。等到可能讲七万订阅的时阵，我就来抽奖，就给十一个人。好，今日影片就到这，希望你会喜欢。我每礼拜拜三、拜五拢有新的影片，想要看更多影片，会记搞订阅落去。多谢，再会。希望大家都能够得奖哦。